自己 fans 啊，點樣經營啊？你哋依家要？其實主要都是 TG Group 嗰度同佢哋傾下偈啊，同埋收到很多 DM， 我想多謝佢哋真係專登會 DM 我啦，因為我聽到很多不同嘅人嘅故事啊，自己嘅經歷啊，願意同我分享啊，咁我好多謝佢哋會特登同我講嘢，好多謝佢哋。我都是 TG Group， 即係多數佢哋傾偈為主，因為佢哋都好似都唔係好多地方可以一起 group 曬所有人去傾偈啦。咁但係我好開心，佢哋都係有單獨咁樣去 DM 我哋啦。咁我覺得佢哋有時打好長嘅文，我係真係會有感動嘅，因為我覺得我同埋我真係會認真睇曬每一隻字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少會這樣打一篇文去給一個人的，所以我覺得那個人一定是會在心目中都會有一定的位置才會這樣打，所以我都很開心。我覺得我聽了大家說那麼多，我好像應該都要開一個 TG 跟大家聊聊天因為我始終都是覺得前一陣因為新聞跟住是不是很適宜跟大家說那麼多的，咁同埋嗰段時間我都會想 focus 翻落自己度啦，同埋表演度啦。咁所以係咯，不過我嚟緊會經營下噶啦，係啊。我覺得有 supporter 自然是一件好事啦，但是我其實自己本身已經很擔心這件事了，因為我不是一個可以就是成日給心心啊，或者成日都開 live 啊，或者成日都送禮物啊，多謝大家我愛你啊那些，我不行的，所以我本身是有點擔心的，就是會不會我給不到他們期望的response 他們這樣呢。但是呢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即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佢哋咧中意我嗰啲即係大家嘅 muffin 咧，其實佢哋都好冷靜，即係佢哋唔會 expect 啲咩，純粹係即係大家好簡單咁樣傾下偈，佢哋已經會 OK 咁樣，所以係咯，係一件好神奇嘅事咯。同埋經營方面，我就盡量都想同大家多啲溝通，同埋都係同 Ivy 同埋佢哋都係一樣啦，即係。DM 啊嗰啲咧，其實真係會睇曬，就算幾多都會睇曬，尤其是係好長文嗰啲咧，望到係會呆咗哇。OK， 跟住我睇曬，覆到就覆，覆唔到即係都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因為始終我哋都係比賽緊，同埋好多 message 要覆係咯。